那声女人的尖叫是什么？紧闭的204房间里面有没有人？为什么我们被锁在里面？戴口罩的女人是谁？连环杀人案，情况非同寻常。里面死了人，应该是一个密室杀人案。门是锁的。我是去杀人的。这有一股化学的味道。编号 W1226 这只待宰的羔羊一定会让你如愿以偿。不仅仅只有这个通道，应该还有密室。这有个密室。我的天哪，这个酒店太恐怖了。这个饭店是一个幌子。这个中年女人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你1点到2点之间，你房间里没有别人吗？她一直在找各种借口，她一直在隐藏她真实的目的。我不知道里面是谁，但我想找这个 Miss 里面的人。她有一张酒店的万用房卡。这不是我的东西。喂，快人！你没有发现他今天跟昨天不太像一个人吗？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呢？我觉得我很奇怪。你们真的相信他是珍珠吗？你的母亲和死者很相像。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不是一个人。这个酒店里有几个我们